扣，二断扣，三断扣，走了。你还多懒剑？嗯，你还多懒剑？你这刀你补不补吧？你补我就扎你。一断扣，二断扣，三段扣，等一下啊，他升了，一段扣，二段扣，三段扣。哎，我怎么把闪给摁了呀？我天哪！哎，我头好痛啊！我跟你一下来一走吧，这也打不死啊！先把经验吃了啊！哎，没事，闪现早用早基地，不用不吸地，早用早吸地。啊，这武器还整了个红 buff。把线推了吧，他有红哎，这波不太好办呢，我可能容易死。把车补了，我们回家。来一把长剑。我们再等160秒，这样我们的闪现就相当于没放。来一波相对论，不出875，出875出不了样。先等他红 buff 消失。把线儿给他放过来啊，这样我们好耗他血。打武器一定要记得，如果先让他跳到我们身上就亏了，你知道吧，一定要先扣他，让他跳都跳不了，就慢慢耗。剑魔的英雄其实挺克制武器的，直接扣 E 知道吧，跳他都没法跳。这个位置我们耗他血是随便耗的，先补一个刀，一段扣，二段扣，三段扣，一就兵线就空在这里，你看他来不来。
往这一控，一段扣，二段扣，扣一连，一段扣一，二段扣，三段扣不放，等六秒，链柱直接开大，来，一段扣。二段扣一扎一刀，三段扣平 A 跑了。嗯，大招换大招可以接受，我们也不套点盐，现在相当于我们没有放大招啊，不是没有放大招，没有放闪现，他不带水晶瓶，那上哪跟我耗的？一段扣，二段扣一，链度，三段扣，吃个药，别急，这不好打，扎一刀一走，一段扣。你补刀来，链一抖，扎一刀，嗯，扣一连，二段扣闪，点盐没套上，妈的，有点烦。手不够快，这波血亏，血亏你也没办法，人家打野来了，我们家打野没来，就这武器大师这么点破血还敢在这推线，而且没有闪现的情况下，我们家打野都没往上走，嗯，我们家打野都没往上走，这属于他自己不想要这人头。扣一连，二段扣，三段扣，链住 A 一下一抖，扎一刀，根本这武器也不跟我打，不急啊，不急，哎，别急。扣一连，二段扣，链住三段扣，扎一刀，让我给瞪死了。吃塔皮。
跑回家，拿下1800。这些大师有点难杀呀，这么半天我才杀了他一把。哎呀，第二层塔皮没掉，哎，我们再吃一层。武器大师打剑魔就得一直锤，他不能跟我耗血，他跟我耗血，我们永远都是优势。你干啥呢？给我蹦高呢，在那是吧？慢慢耗他啊，别急，等个链儿。打着打着，他就会发现他打不过我们了。你是什么运气是真好，回回要闪现跑。我还能让你运气好了？没事，他追不上，让他追，让他跳。哎，我想问一个事儿，为什么刚才那个二段击飞没把他打下来呀？哎呀，这好难受啊，这二段击飞凭啥没打下来呀？运气，运气不行。死亡之舞吧。为啥不走？因为我想气气他。我想一段击飞完他跳我，我二段击飞又给他打下来，然后链住他。三段再扣他，然后我们再走，这不给他气完了吗？这给他气坏了就得。感受我的痛苦吗？运气不太好。差了点运气啊。我可血战了 ，Q 一连二段 Q， 他开大招我们不上了，等他大招没了我们再上去啊。你真敢跟我打呀，兄弟？你有大吗？长脾气了呀，这是。脾气从哪来呀？
再吃他个石头人，他家石头人就是我的。这石头人就是为我而准备的。回家出死亡之舞，先把上路线带了啊，带完以后再去下。算了，不带了，这波直接往下走，把对面直接打崩。这队友好像用不上我呀。高地拆了吧。直接把高地拆了。哎，这也没法拆呀，溜了，没人吗？俺们仨打对面仨，打对面五个。这剑圣是不是冲的有点猛啊？这剑圣，这剑圣是不是冲的有点猛啊？我们先走一走。别勾他呀！可以，这回再推高地吧。那剑圣顶着那卢仙的那个大招就往上冲啊！那剑圣，剑圣是真是不怕死啊！剑圣，顶着往里边冲。1125回家，然后我买个红宝石。下一件装备我们出蟹手啊，蟹手出完我们来一个九头蛇。这把你别看剑圣杀了这么多人， MVP 即将被我拿下。一段扣一过来开大招，链住一段扣扎一刀，二段扣扣一闪啊，没有闪，我大意了，没有闪。我 MVP， 你刷个飞机给我。我链儿，一段 Q， 二段 Q， 三段 Q 一连接扎，一段 Q， 二段 Q 一，兄弟们别给我卖了，行不行？
我可写战斧一段 Q 二段 QE 扎一刀链住 A 一下三段 Q 别卖我对开大招我操这一刀链 A 一下一段 Q